我得逃出这死亡陷阱，然后去找 Calder。 我需要那颗硬碟。天哪，谁来救我？拜托。看来这就是 Obscurus 的下场。看来这就是 Obscurus 的下场。弗兰克，弗兰克，你听得到吗？是汉蒙德吗？怎么了？汤姆，把我们困在避难所里，情况不太……什么？汉蒙德，听到了吗？该死！汉蒙德，撑下去，我不会扔下你的。那里的避难所了没？我现在就过去。汉蒙德的革命失败，不知道避难所到底怎么了。那里现在是封锁状态，可是有点不大对劲。你去看看，然后跟我回报。可恶，为什么丧尸疫情爆发总是那么棘手？失控了，我得找个高一点的地方好好看清楚。得把镜头拉近点。哇，是通电栅栏。不好意思，我对免费的心脏电击完全没有兴趣。这些不是丧尸。布拉德，闪烁的橘灯是什么意思？最高层级封锁，除非系统重设，否则没有任何东西能进出。那后面有个控制面板，按下 reset 开关，外层的门就会打开。好，我会的。等一下，那靠的怎么办？救出哈们可不会让你得普利兹奖。我知道布拉德，只是我欠他一个人情，好吗？很好，混蛋，芝麻开门。弗兰克，系统重设了，快点进去，
否则丧尸会先找到哈蒙德。该死，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哎呦，小宝宝想哭。哈蒙德，我来救你了。康纳，我不知道，不过我在处理了。喂，布拉德，这里面有好多丧尸哎。这还用说？那里有三道门，你得从里面关上这些门。我得去找哈蒙德。有人听到吗？有人在吗？救救我！拜托！救救我！拜托！谁来帮帮我？来人啊！有人啊！避难所个头啦！这地方根本是该死的死亡陷阱！救救我！拜托！我要喜极而泣了。不过我得专心，不让自己尿裤子。天哪！我希望哈蒙德没事。你说什么？他不在这里吗？他们手下把他和 Jordan 抓走了。我们试着要回去找他，可是那群混球启动了封锁程序。他们应该是带他去农场了。我去看看。你把无线电开着，如果有什么消息，我会呼叫你的。老兄，谢了，真高兴你是好人这一边的。你也想活命，对吧？弗兰克，谢谢你救了我男朋友可怜的小命。我们还在。闭嘴，先试着交往看看。马盖先，谢谢你。来吧，我们得，你得去看看哈蒙德怎样了。我们欠他的可多了。你有时间休息吗？救货不容易，不过我有我的门路。喂，自己多保重啊。长驱直入。天哪，我们说不定帮播客节目挖到宝了。去调查我刚传给你的坐标吧，保证不会让你失望。我是在这。啊！混蛋，受死吧！为这儿死！哎，小宝宝想哭了。靠！
恶！你们这些杂兽，放我出去！乔丹的声音吗？臭蛋，来欺负你的！乔丹，你还好吗？我还好，这是群蠢蛋。哈蒙德在哪里？不知道，我还以为他跟你一起在这里。我们被分开了，该死！弗兰克，他们会杀了他。我们会找到他的。你待在这里四处瞧瞧，我要去看看农场其他的地方。看到了，躲不了我的，找到人了。啊再撑一下，我来救你了。我要让你生不如死。我就在这儿，不用大呼小叫。从衣柜传出来的，这有点……怎么又梦到劳拉？这是连续第三晚了。在梦中，我在地下室修理那个该死的锅炉。就在我终于点着锅炉时，劳拉进来了。她全身都是柳条做的，脸也是用柳条编织成的，就像摇篮一样。锅炉喷出火线，他就着火了，火焰吞噬他全身，他大哭大叫，求我救他。我想把火吹熄，结果他全身就像灰烬一样散开了。有了，是秘密入口。等等，什么？这里有秘密入口？真的吗？哈蒙德不在这里。可是这里或许有该去哪里找他的线索，地上有很多刮痕，带那些戴面具的小子到 K-PAX 来找我。戴面具的小子，天哪，这洛农也太狡猾了吧。不行，原来疯狂就是长这样的。凯利·哈蒙德因反叛罪判处死刑。天哪，高手，我看过这种面具，这就是那些混蛋抢匪脸上戴的东西。 Brad， Tom 想要处决 Hammond， 他把他带到 North Peak 的 K-PAX Salmon Factory， 你离那里近吗？ Frank， 我没办法及时赶到，现在 Obscurus 已经不碍事了，所以我得指挥 ZDC 来撤离平民。可恶，看来得靠我自己了。想不到吧 ，Frank West， Willamette 真正的英雄。没错，美国最糟城镇的糟糕英雄。混蛋，看招！喂！我要让你嗨 Frank， 传言说有个疯子躲在附近的一栋建筑物里，也许我应该去确认一下。你
年轻的使徒，我们的想法一致。不过你要小心，那些农场阴森森的，可怕极了。我不会惹麻烦的。什么东西？传说这片山丘曾有死神出没，一名凶残杀手犯下无数罪孽，他的灵魂仍在，杀戮欲望依旧，他的黑暗力量象征自成毁灭。哇，这一点都不恐怖。我要让你生不如死。喂喂喂，谁说你开派对了？快刀斩乱麻！我没事，我没事。你的恐惧无疑。啊！该死！都想夺走你，可恶！要不是你们这些记者侥幸，我早就死了。Frank， 我查出那家伙是谁了，是小学的戏剧老师。哇，不好意思啊，惨了。要好好记下来。你刚刚身上有只蜜蜂，所以不客气。界外球，不怕死。难道我们不是人类？啊！我们没有牺牲一切来保护我们的同类吗？那是汤姆吗？声音好像是从屋顶传来的。我们奉献自己，让团体能活下去。如果有人不愿意这样做，那他就跟丧尸没两样。今天，我们省思这个人的错误行为。他曾是我们信任的盟友，但却为了自己的野心而要毁灭我。我们已经在旧世界的废墟上建立新的社区，就像灰烬里长出的树苗。我们不只是建立一个社区而已，
而是建立新的世界秩序。见鬼了，有电梯，不过卡在上面。我们爱他，就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你伤害了很多人。凯莉，见哈蒙德。汤姆，不要！你密谋背叛你的领主，看着我，并侵占领主合法的财产，企图杀害他。自以为是领导者，你只是一个疯子。怎么？因此我将依照法律宣判你，处以斩首之刑。你疯了！由我执行。贱人！在这边，叛徒！这就是我信任别人的代价，汤姆，我要你血债血还。弗兰克，你早该加入。失智了，这里是我们的地盘。你们快给我滚出来，杀了他！回来。你不想受到惩罚，三位，祝你们打猎愉快。都饶也没用了，我要让你生不如死。这最好有用。保护这些人是我的责任，我的使命。再说啊，疯子！正中你的嘴！Thank you.
等等啊！等等，我是在保护你们呢，我的子民需要我来保护。你说这叫保护？你不懂，听着，父亲必须替自己的孩子做决定。有时候很好，胖克学，真的来吧，别这样，拜托，大家都这样啊，这很流行哎。现在我就只要杀死一个机器丧尸陆战队队员，威廉麦克就能回到他的老样子了。等等，你说什么？有个穿着动力装甲服的丧尸，然后……算了，我需要在下水道炸一个洞。好吧，至少这个我们可以帮你。我会叫乔丹去下面找你。哈蒙德，谢了，你真是可靠的伙伴。你知道吗？我还以为你刚刚死定了，你长翅膀了。哼，不是，我有抓钩。哇，真的假的？出门一定随身携带。哼，好，我喜欢。布拉德，我要回下水道了，哈蒙德的伙伴会帮我开路。看吧，做好事就会有好报。可惜你看不到我现在竖起的是哪根手指。Frank， 这是特别服务。弗兰克，我很惊讶自己会这么说，不过我很荣幸能跟你并肩作战。这是在道别吗？你不和我一起来吗？你之前说下面有个穿动力装甲服的丧尸，我才不要去嘞！就用你自己的相机找到他的弱点就行了。你不是做过吗？没问题的。好 ，Brad， 都准备好了，我要去追 Cod， 然后把硬碟抢过来。好了，这里直升机快到了，我顺便带了一份讯息来给你。对了 ，Frank， 我知道一直有人在听这些记录，我猜那个人可能就是你，所以，如果你找到我的尸体，拜托一下，尽量不要在我身上撒尿之类的。Frank， 搞什么啊？我可以用无线电联络上他。那有什么意义？意义在于，对我这种政府官员而言，世界上最危险的就是不顾一切揭发政府丑闻的记者。而如果有两个这样的记者联手呢？这可不得了。我觉得我们来不及了。试了才知道。把炸弹放在哪里呢？
就是这样。哦，如果考尔德没听见，那至少我知道他不止丑，而且还耳聋。烂主意，但这一定是最烂的一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哎呀，伸手不见五指！天哪，他们在睡觉。维特，弗兰克，你的如何？闭嘴，快闭嘴！我要怎么把这玩意儿关掉？弗兰克，听着，撤离行动，回报。没有，没有回报！我的老天哪！圣诞节快乐啊！消失。哇，真新奇！但人类不会被吃，不会被吃，活着杀戮、烧毁、污染了海洋，撕裂了天空。人类依然会老死。征服，我们暴虐的本性，也算是人类的同类。
但现在，等一下，不行，哎，不行，靠，不行。我们会一一回报。哎，暴君！糟糕，他生气了。好，大块头，我知道了。我要拿到那颗硬碟，然后离开这里，而且我不要让丧尸咬掉我的脸。Brad， 我拿到硬碟了，现在在路上，需要救援。Brad， 哦，可恶！啊，怎么可能？出这里！别再丢那玩意儿过来了，烦死人了！给我，你确定？我快点，好吧，我不会让你把它高价卖出的，这回我们一定要逮到罪魁祸首。好，最好是这样了，离硬碟远一点。现在弗兰克，抱歉，再见。你说不打命你高尔夫了？哈蒙德需要我，因为他的暴君变成了一个疯子，所以我们击败了他，哈蒙德确定他将无法站起来。哈蒙德为了回报我，给了我最珍贵的礼物——友谊，还附赠了一颗大炸弹，用来炸开通往考德巢穴的路。下水道。考尔德和他那群诡异的聪明丧尸把下水道变成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巢穴，而考尔德他会说话，不管他变成了什么，还是保有一点疯狂的混蛋人类本质。当然拿到情报后我马上开溜。这故事本来可以就这样结束了， Frank West 又成为拯救 Willamette 的英雄。维克小偷，恶魔，他不止偷走我的证据，还用枪指着我的头，现在开始复仇。